快咁樣轉移嚟到大華九九啦。跟住就其實我已經擺低咗，即係已經一入去，我已經見到呢一個嘅啫喱啦，荔枝啫喱好好食嘅。跟住就減價就買啦，同埋呢啲水晶梨啊，即係呢啲平時喺 Costco 嗰啲咧，即係都冇得買嘅。美國超級市場係要喺即係亞洲呢啲超級市場先買到嘅。跟住就都好乾淨啦，即係算係咁。因為我記得成日大華九九嘅印象咧，就係好污糟嘅，同埋周地都係好濕立立嘅。但係就而家就真係好咗好多咯，即係雖然都可能有啲菜嗰啲咁啦，但係比起好耐之前，我都好似發過條大華九九嘅片啦，佢就真係即係靚咗嘅，但係都好即係算係平嘅咯，即係大華九九賣嘅。即係賣嘅即係產品係啦，同埋有中國嘢食啦，當然，所以我就喺度啦，係啦。但我就係會買一啲可能即係可能菜心啊，即係一啲可能喺美國超級市場買唔到嘅嘢，我就今日就喺度買，同埋可能一啲燒賣啊嗰啲。但暫時未見到菜心咯，係咪唔係 season 咧？好似唔多見喎，我等我再行翻去嗰邊睇下先，係咯，係啦，如果食下面嘅話，攞幾條菜心都真係幾好食嘅，即係因為成日都係美國都係食 spinach 嗰啲咁樣咯，係啦，就方便嘅唔使洗咯，但係菜心就要洗，但係就好食啲咯。真係好似冇咯，可能真係唔係 season 係啦，所以就冇得買，或者呢間冇得買嚇，咁我就買啦。咁而家就周圍睇睇下有啲咩先。其實最主要其實都是去可能即食面啊，同埋雪藏嘢食嘅咯，嗰度咯，即係一啲係即係亞洲嘢食，同埋即係魚蛋啊，我最愛嘅魚蛋啦、啊，睇下先，應該係呢頭附近打邊爐就可以喺度打邊爐啊，水餃皮嗰啲。但我不是整水餃，魚蛋在哪裡？魚蛋似是這頭喎，有白菜，可能我在這裡買白菜，那些 白菜都挺划算的， Costco 現在其實都有白菜，但不是成日都有咯，我就買這個啦，都很便宜，你看到即是 1.72 元啦，我的梨不知道多少錢，不過其實我平時都不是很即是看價錢的，是啦，跟住現在看多了比起以前，跟住哇這個醬好好吃咯，這個沙律醬哇！這個買來吃一下先，即其實可能自己遲些研究一下怎樣做先。但我記得這個醬是超級好吃的，因為其實我媽媽喜歡吃沙律的，但這個 ginger 這個醬是很好吃。是不是這個呢 ？Infinigar 呢？應該是這個，應該是這個。是啦，跟住看看何時過期先。如果我吃不完，我這年尾，那 Harvey 就可以幫我吃的，他晚晚都吃沙律的。還有我現在街坊裝我又帶我這個 Rebecca Minkoff 的袋啦，還有街坊粒，還有我對 Cross 的鞋裡面最有一對襪的跟住繼續看下先，又有 Miso Soup 那些哇，好不好買一下呢，但是看看何時過期先，可能 Miso Soup 再買些豆腐自己弄，但我怕很快過期啊，其實我後期找過來看看先，都不是很快過期喎，可能都 OK 喎，是啦，這個是7.幾，其實有沒有分的呢，這個他說有機，通常有機就貴一點，就不用買有機啊，大家現在發現了，即是 marketing 經常說有機的呢，騙人的，大家是啦，就這個價錢無添加，他就有加了一個，是啦 white miso， 其實 我會是第一次做 miso soup 咯，看看吧，我想一下是哪個好先，可能這個少一點喎，是啦，即這個可能多人買喎，是啦，先可能買這個啦，因為我是這個我知道為什麼啦，因為這個便宜一點，這個大一點，所以多人買，另外我個小一點，是啦，拿不到，那我就拿這個，看個日期先，我下年才過期，那怎麼都應該吃完了吧， Miso Soup， 可以買豆腐，豆腐就希望不要太快過期啦，可能戴住個手袋先，因為始終在個車嗰度，我又周圍咁樣睇緊嘢，係啦，即係美國好安全嘅，但係都 just in case。咁睇下個豆腐先，豆腐都好多豆腐喎，都係啦，買邊只好咧？這個嗰、那個好細咯，呢啲大份啲喎。哦，這個係 House Foods， 呢個好似有聽過喎，這個。
有啲咩分別咧？我呢個 premium， 我個個都係 premium 的，係，但係呢個減價，所以就買呢個啦。一月過期，唔係六月 ，sorry 睇錯，六月過期，六月過期都好似好快喎。六月過期，我食唔食得切咧？應該食得切，而家五月咯。係啦，應該我冇耐就會煮噶啦，可能係啦，算啦，我都係咁，我買。有咩分別？哦、oh, ，firm 嘅程度，哦呢個係軟熟啲，呢個 firm 啲，真係唔識添，應該唔會揀 firm 啩，一係呢個就一係 soft 又好似 soft 得滯，咁我估我就應該買呢個啩，係啦，我都唔肯定啊，就買呢個 medium firm 呢個啦，因為你唔想話太軟熟咧，啲 miso soup 係嘛，即係就會啲豆腐一粒粒咁噶嘛，我估噶咋，係啦，我都唔知道。OK， 睇完，而家睇下先。哇，佢有呢啲即係山蝦咁跳嗰啲山蝦啦，啲魚啦，呢啲又走啦。跟住，哇哇，呢、這個好食，呢、這個好食。佢哋仲有啊，呢、這個竹咧特極度推介，要買翻啲先。哇，呢、這個超級好食，呢、這個係鮑魚竹啦，韓國嘅，就好細啱咯。但真的好好吃咯，呢、這個真的唔好講笑。係啦，咁我就買翻幾啱去食下先。買幾多啱好咧？買四啱啦，係啊，係啊，雙數。因為我啲梨都買雙數，因為如果 Harvey 食嘅時候，即係可以即係雙數咁咯，冇咁單丁。跟住再睇下先。其實咧，我而家有啲風險喺度拍片，其實因為我唔肯定佢拍唔拍到片啦，所以有陣時見到我可能迴避鏡頭咁啦，即係因為我唔肯定，即係唔可以咁浮誇喺度拍片。係啦，跟住我中意買呢個甜豆漿嘅，睇下幾時過期先有。因為我真係好驚啲嘢過，我五月七號過期，今日唔係五月三號咩？好似哇，我呢個五月十四。哇！呢、這個哦，大家一樣嘢要睇清楚啦，因為呢一個咧就係五月十四號咯，所以咧買都要睇清楚。啊，揀厚啲啊嚇，我勁師奶咁樣教你哋啊，即係五月十四號，咁我都多啲時間飲啦。因為 Happy 佢媽媽咧中意飲豆漿嘅，係啦。跟住睇下先，之前都買過啲豆腐花嗰啲嘢，都好似麻麻地，因為我唔中意佢個糖漿咯，其實。系啦，等下再拍先。英力哥啊，哇，好正啊！睇下呢个歌有冇先。英力哥又系要睇下日期啦，大家睇下先。哦，呢、這个哇，五月十号，五月十号饮唔饮得切啊？又得翻几日啫。我、哦、呢、這个喂嗱嗱，又系咁啦，大家要睇清楚啦。嗱，呢个咧就系、是、五月，呢、這个系。五月十六號啦，唔該。OK， 呢個五月十六號都 OK 嘅。咁其實依亦都 tend to 係容易啲過期嘅。咁我再買多啱先，因為 Harvey 中意飲嘅都係啊。五月十號呢、這個，我要揀個十六號嘅，唔係冇啊嘛？點解全部都好似係十號咁嘅？哦，呢、這個都係十號喎。嚇，得一個咋？哦，呢度係亂咗，即有啲係十六，有啲係十號。OK。好啦，然後啦，再睇下先。如果買烏冬嗰啲，我都會偏向買雪藏嗰啲咯，因為都食唔曬啊，驚頭先見到呢一度咯，我要買檸檬茶先。大白兔糖，我最愛嘅，令到我啲牙蛀曬，啲大牙蛀曬就係呢個大白兔糖啦。咁當然係我最愛，咁我當然要買啦。係啲轉咗包裝咯，係啦，買一包先。哇，零食啊，好開心啊！但其實 Pocky 在美國都有得買咯，同埋Costco 都有 Panda 買咯，勁平咯，減價唔知前日先買咗六蚊，勁大盤咯，平即係平好多 Costco， 所以大家喺 Costco 度買減價。跟住我真係好師奶啊，係咪突然間唔同咗咧？去到 grocery shopping 就變咗成個師奶咁啦，我價格專員而家。先搜羅一啲減價食品，不過其實都幾貴啊。其實喺美國嘅亞洲嘢食，係啦，零食方面就係咁多啦。就哇，呢、這個 Melia 咁得意嘅呢個，
真係唔知咩嚟嘅喎，但係睇下先。去罐頭類別啦，睇下啲咩買先。呢、這個就係辣嘅，就有一次買錯咗買咗辣咯，咁就買呢、這、一個，呢係豆豉嘅，買一罐。呢度睇下有啲咩買先。喂，呢啲咧，柚子茶咧 ，Costco 有得賣咯，其實都係韓國嘅，就係唔係呢個牌子柚子蜜。系啦，跟住好大啱啦，仲飲到而家都未飲完啦，買咗成個月都有啦，跟住都好好味，系啦，可能遲啲拍翻個 Costco 片啦，又系啦，嗯，睇下嚟緊好多好多片出，這個碗好靚啊！而家喺嗰啲碗碟嗰度，我都係隨便行行嘅啫。跟住呢度有啲即係女性用品啊、日常品，就唔係話太多，我有面膜買咯。但就即係比起即係呢個始終都係買餸嘅地方咯呢度。跟住，我想睇下有冇蒸籠嗰啲，因為我呢個有呢一個啦，但我想要啲可能得呢個，你就算用我呢個都要再要用我碟噶嘛。咁我想睇下有冇一啲係唔使再用碟嘅，其實係有冇呢樣嘢嘅。係啊，其實我已經有個蒸架噶啦。係啦，跟住呢邊廁所用品啊、鍋啊呢咁樣啦。啊！啲鍋我通常都係可能係 Costco 美國嗰啲咯，會買，因為入得洗碗機啦。哇！佢呢度有筷子賣喎，但又入得洗碗機咧。如果入到嘅話，咁就弊啦，因為頭先我已經買咗。哎呀，死啦！唔識睇日文添。我估應該入唔到噶啦。係啦，點解寫住好幫手，但係日本嘢呢度。好，哇！金文衣紙都有得賣，大家去睇下香啊，金都有得賣啊，假嗰啲。有新鮮嘅魚啦，切好咗嘅。哦，佢有啲魚蛋，我要買魚蛋啊！哇，佢睇到呢啲新鮮嘅，咁我就買啲係唔係新鮮嘅。睇下先。想買燒賣咯，同埋公仔點心，哇珍珠雞啊，一定要買。我其實好凍嘅，打開咗，睇下要食啲咩先。我嘅珍珠雞燒賣係啦，七月過期，哇都幾快喎。哇呢、這個五月過期，真係要食噶咯喎，喂。咁嗱入電視應該冇辦法啦，不過雪藏應該都係咪可以擺落啲噶？冇辦法，咁就太凍啦，咁我就唔入去再睇啦。點都應該好快食曬，因為蝦仲有啲食點心嘅，所以好快會食曬噶啦。係啦，應該今晚或者聽日都會食完噶啦，所以都唔使擔心。烏冬可唔可以買烏冬咧？我有冇烏冬咧？咦，有牛肉飯喎、啊。烏冬使唔使買咧？好似有烏冬喎、啊，屋企冇人啦。唔使買烏冬。呢啲咩嚟㗎？有鮑魚賣。哇！呢度麵啊，我要買啲麵咯、啊。哦，喂，大家睇下先。哇！而家真係好靚咯，呢間大華九九都。即係我買呢個三面牌嘅麵先。同埋睇翻價錢，其實我真係唔知道香港嗰啲價錢係點啦。但係呢一度係$6左右，要加埋税咯，你預翻。咁。$8.48，即係$50一包，其實係咪好貴呢？但係都冇辦法，咁係啦，冇得買，所以就係啦，我真係唔知而家香港嘅價錢係點樣。係啦，呢個係河粉，我買過，係我中意食呢個鮑魚味嘅，所以買呢個河粉啦。睇下日期先又係，同埋發現咧，睇下大華九九亦都係冇變，因為我發現佢哋啲食物嗰啲嘢咧，啲嘢好快過期嘅。不過可能點講咧，即係不過冇得比嘅，即係可能。在美國咧，係2024年10月，因為始終在美國啦，咁啲人通常都是 Costco 啊、Trader Joe's 啲地方度買餸，咁多人買，而啲日期後啲，即係啲貨成日更新啊，你明唔明啊？咁就可能就會唔同啲咯，即係始終亞洲即係大華九九都係好多亞洲人喺度買，但係始終都係美國地方，咁就賣得比較慢咯，比起美國嗰啲 grocery store 咁係啦。
咁我再會買呢個龍蝦味嘅。咁我有下期都唔知喺邊度嘅，揾下先。因為呢啲我應該有排先食嘅，所以我呢度2024年7月，我冇可能食得曬喎七月。係咯，我再睇下先，即係冇可能食得曬咯。可能唔買呢個，因為七月真係。是我懶得去看啦，同埋而家應該100，因為我都會可以再翻嚟買嘅，咁我唔使而家今日一定要買嘅，咁就係啦，咁我就再行下睇下啲咩買先。湯圓啊，但係我唔係好識整湯圓，所以都係冇嘢啦。馬拉糕，馬拉糕好似 OK 喎都，叉燒包。但我沒有蒸籠，我怎麼蒸呢？我要用我那個籠，即是我不太喜歡那個，但我應該有蒸籠，但不是很喜歡那個，可能都買叉燒包先，因為 Harvey 是會吃的，所以可以幫手吃一下，看看有沒有其他選擇先。馬拉糕也買一下，馬拉糕和叉燒包。我再買埋呢個馬拉糕先。馬拉糕 Harvey 就麻麻地嘅，所以我就如果好快過期，我就唔買呢個。先好凍，同埋雪藏其實都 OK 嘅，係啦，雪藏嘅話，因為雪藏其實你就算過咗期都可以噶咯。我2025年嘅呢、這個。是啦，所以 OK 的。跟住再饅頭，但要買煉奶喎。係咯，可能下次先再買啦。而家都買咗好多，都食咗先啦。睇下先，仲有啲乜嘢咧？我呢啲係一啲麻辣湯，但我仲未買我嘅魚蛋啦。其實呢邊有包賣咯，又買下先。啊，呢、這個好食啊！呢、這個菠蘿包啊。菠萝包好味啊！呢、這个都应该几好吃的，啲屎系咪？系啦，即系好似面包铺咁样咯。呢个珍珠奶茶嗰啲，但系就唔会喺度买咯。系啊，其实而家都有少少肚饿添。呢、這、一个系哦冇嘢，我以为有冇香肠包，我以为香肠包咯。我中意都食香肠包嘅。好像不多見，可能在那邊看看先。我這些卷蛋我都喜歡的，但是就其實都不要買那麼多了，我怕吃不完都，所以下次再買吧。看這件先，因為我會想吃腸仔包，如果他們有的話。這件先，這個好吃，這個好吃。其實咧，呢一度有啲似85度咯。哦，呢個有個 bacon， 係啦，85度咧都有得賣嘅，有試過買嘅。跟住係咁多啦，佢冇腸仔包，咁哇有啲醬汁咯好多，但我媽媽啲醬汁嘅，所以就一陣先再行，同埋好多人啊嗰邊，我唔想行嗰邊。看下面啊，哇！佢有印尼面的杯面板喎、啊。講時講都買包印尼面先，都好掛住印尼面。睇下先，啊呢度印尼面，12月嚇，2024，OK 俾過期嘅，2024年12月，螺絲粉啊，但呢個好唔好食嘅咧？呢個牌子。因為我之前吃過螺絲粉咧，就係喺亞美網度買嘅，即係一個即係網店嚟嘅。我都食過印象，好似都好食過呢個。係啦，買一包先試一下先。係咯，因為我唔記得咗我中意食嗰只，好似唔係咁嘅，好似有少少藍色嘅，但係呢度冇。係嗰只成日都賣曬嘅，即係喺亞美網。係啦，所以Yummy Buy 叫做。系啦，咁應該都係咁上下啦，面方便。粉絲啊，
米粉啊，但係呢啲係米粉，係真係米粉咯。我最中意食嘅福字牌米粉呢度係冇嘅，係啦。我最後一包嗰日都食完啦，其實都食完一段時間咯。魚蛋喺邊咧？嗱，呢度就可以即係打邊爐啊，啲牛啊，啲肥牛啊嗰啲咁樣啦。啲奶啊，睇下冇啲嘢要買，都冇。酸奶。魚蛋喺邊度啊？魚蛋咩魚蛋啊？都係啲花包，唔係新鮮嘅。十個，我十個唔該。O K， 啱啱問咗人啊，係十號。其實都呢度附近都好多員工可以問，因為但係一樣嘢我好驚，我就喺度拍片，即係驚佢哋見到我拍片咯。但又好似冇乜嘢喎。先十號。哦，十號啦，呢度七號啦，呢度八號、九號，十號喺嗰邊。頭先我喺嗰度㗎，點解見唔到嘅？哦，冇行呢邊。OK， 喺度。哇，呢個好食啊，要買呢個。真係好中意食呢啲啊 ，cupcake 㗎叫。哇，但呢個咩味嚟㗎？咖啡味我唔要，係啦，我要最原始呢個味。係啦，咁我買呢個先。好味呢個。魚蛋呢度就我之前買呢隻嘅潮州魚蛋，呢一個係係啦，即係我平時食嗰啲粉啊，可以點解咁細包嘅？好似有大包啲嘅喎，哦呢、這個大包啲，睇下仲有冇再大包啲先，好似都係咁上下，咁我買呢、這、一個，即係同一個嚟嘅，但係大包啲咯，我就買幾多包好呢？因為呢啲我又驚唔知幾時過期，所以我買住一包先，因為我都知道佢有雪藏嘅咯，可能買住一包先咯。如果見到就買，見唔到就由佢啦，因為都好多嘢。哇，波子汽水好多汽水嘅嘢咯，睇下先，都好整齊喎呢度整得啲嘢，同埋睇下啲汽水呢度咁樣，真係比起我之前嚟嘅時候咧。即係撐好遠咯，即係之前係好亂啦，冇乜人去執嘢啦，啲嘢可能真係過期嘢都會見到咯。但係而家搖身一變嘅大華九九已經唔同咗啦，但係都會嚟呢度幫襯嘅，因為始終好多嘢都真係買唔到，即係喺平時美國超級市場真係買唔到。喺 LA 開咗一間即係明星嘅 grocery store， 之前入過去啦，哇超即係啲嘢咧係所有 logo 都係對到正曬啊嗰啲咁啦，好癲咯！之前入過去呢度有少少似嗰啲 feel， 係啦，即係有豉油啊嗰啲咁樣啦，豉油啲價錢呢、這個盧特級老抽係 3.49， 再加埋税。就睇零食嗰度，我就可以發現哇呢、這個超掛住，呢、這個超好食啦，就買呢一個啦。消化餅我好中意食呢啲嘢，消化餅呢啲嘢啦，同埋佢有呢、這、一個即係薯片係韓國版嘅，即係卡洛比蝦條咁樣，所以就試下呢個辣味咯，應該 Harry 都會中意嘅。頭先就擺曬啲嘢，即係我買咗膠袋啦，因為我就其實有環保袋嘅，架車好亂真係唔好意思，就冇唔記得帶，係啦，所以咧我就買咗三個膠袋啦，入曬落去啦，同埋分單喺度，同埋頭先即係買咗啲麵包，佢又另外袋起咗，同埋啲帶數嗰啲嘢，跟住就嗱咁就買咗 total 係137蚊啦。係啦，跟住我就係啦，就唔應咁多啦，因為其實我而家即係啲嘢有啲嘢要雪住啦，同埋我都有啲肚餓，所以可能我去食個包先喺架車嗰度。翻到屋企啦，其實我都翻咗屋企一段時間，因為我呢一個 screen 冇電咯，而家喺度考慮緊呢個 screen 其實即係其實好似冇想象中咁好咯，係咯，跟住我都唔係拍咗好耐片啫嘛，可能加加埋埋一個鐘都唔夠，但其實已經冇電咯，所以頭先插電，同埋我都要擺翻曬，即係有啲食物落個雪櫃嗰度啦，同埋我都食咗個 chocolate pie 咯頭先，同埋我都唔記得咗講咧，我去咗 Boba Time pick up 咗我哋最中意飲嘅 pistachio 嘅 frappe 啦，我哋一日杯嘅。跟住即係 Harry 我就去佢屋企度，因為佢屋企人咧父母住得好近嘅，咁就佢喺嗰度食 lunch 咁樣啦，即係
係啦，即係近可能半個禮拜左右都會喺父母嗰度嘅，係啦。而家就屋企即係外住多咗嘅，係啦。跟住就 pick up 咗佢，同埋 pick up 呢個嘢飲先，跟住之後 pick up 佢咁樣咯。跟住就係啦，食咗個 chocolate pie， 可能你見到有啲朱古力喺我個牙嗰度，不過。係啦，就係啦，呢條片就去到呢度啦。如果睇到呢度嘅朋友咧，都多謝收睇啦，同埋都想知道你哋中唔中意我用電話去拍片咧，即係其實有冇分別嘅咧？係啦，因為我睇翻我之前同 Chella 嗰條片咧，我唔知道，因為我加咗個聲係去到本身100%咧，我加到係400%，所以有少少拆咯啲聲其實，但係我就可能呢條片。我就唔加到去400%咁樣，跟住睇下會唔會都係好差，但我驚唔夠聲咯，但係等我再研究下應該點樣先。係啦，但係你覺得即係用電話拍係啦，係有啲，因為箍咗牙之後咧，好容易攝嘢啊，即係我嗰啲牙，跟住有呢啲有啲開心果飲品係啦喺裏邊，跟住所以就係啦，想知道即係可能未來我都係用翻我相機啦，因為都覺得方便啲啦。但係我有陣時可能喺屋企嗰啲片啊，咁即係可能睇下我即係做啲咩嘅片，即係有陣時可以擺長啲嘅話，咁我都可以即係用呢一個嘅，係啦。跟住你又覺得又 O 唔 OK 咧？用 iPhone 呢個相機去拍，係啦。跟住就喺下邊留言話俾我知啦。如果中意呢條片嘅話咧，就記住 like 呢個 video，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follow 我嘅 Instagram， 都應該暫時係 Instagram、Facebook 係啦 ，Facebook。跟住我哋下個禮拜再見，拜。